卖酒的两个人，若台顶有气势，台下嘛要拼输赢。还有下一场谁要赢？我要赢，我要赢，谁会赢？我。该不然又平手嘞？上次唱鬼头拉的那个人就跟他平手。哦，他怎么每次唱都平手？本来就会了，冠军有人唱。撞上就赢了，拜托。阿妈叫我把他砸掉，把我砸掉。我阿公叫我把他哦，那个打麻那个。让他输就对了。你阿公是叫你打别人，不是打我。怎么？他说如果有一个挑战者要跟我 PK， 就是打那个小孩挑战者。战火延烧到下礼拜，结果又该是如何嘞？上精彩对决，就伫后礼拜全台唯一台语歌唱比赛节目《超级红人榜》。